喂，嘉宾，福神啊！哇，而家嚟到愉景湾呢度啊，我女唱歌节，市集或者够晒，都系啦，又酒吧，又周围食嘢，开心嘅歌曲，都口罩啊！香港真系福神啊！同埋咧，同个基金投资者食饭啊！跟住，帮咗咩？就讲起成个市场，社运辉又话咧，就咁咩物业都跌啦。我哋基金咧，同成就橙色呢条巴，条价六千个啦。咁讲话赚好多，系要有赚好最多钱嘅，你知啦。我哋点做咧？我哋俾入时间嚟听下。 投资新报基金第一季嘅时候啦，下个礼拜咁样，今个礼拜其实今日星期日啊，就嚟听我哋嘅座谈会啦，第一季集资啊，Carol香港点啊？香港福上啊！我哋旗舰开放式盛会商铺增值基金自2019年8月推出，风行入3出1策略，至今已经买入78间街铺，卖出33间，涉资21.22亿。我哋即将举办今年第一季集资讲座，欢迎报名。